反着。去年的8月16日，上一任老板给我留下了这家客栈。你可听说这客栈藏了一样东西？我还听说这客栈老板是一年换一次，而且从不迈出客栈一步。你的意思是说这儿有宝贝？只怕就是为了守住一样东西。我本不想留下，留下就被困在这红尘里，可他却让我等。我问等的是何人，他却说等你见到便知晓。所以我在这里等了一年。凭什么你能来我不能来？就凭看脚腕的功夫还想抢宝的？谁先来就是谁的。你看你把我的刀交出来。下来。来啊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给我们一个交代！快说！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目空一切。在唱，舞在跳，长夜漫漫，不觉晓将快乐寻。
哪里？不问来路，莫问归期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红尘内外不过一念之间。